来，我们站近一点点。OK， 那我们不是家人的先离开。想你了。李佳丽，干嘛？楼下一个男生，你朋友找你。就说你一定要跟他干了一宿，就是不爽。Your friend is so nice. Yeah, are you in a bad mood? 哎，诺 ，excuse me. 我这个意思是恭喜。恭喜 means happy。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本来只要杀一两头。杀猪又不是帮我们，是在帮你们自己。Charlie，Charlie，Charlie。I want to bring Ali back to New Zealand。你这样会很倒霉啊！他听不懂中文，你讲也没有用。我也希望他一直都在。才是解开诅咒的梦，他怎么还不知道？现在怎么还不知道？我知道我是不及格的爸爸啦。我才不容易牛西兰嘛个。我发扬同安木了，哎呀！就是你，你这个没有用的蠢蛋！快乐至上，快乐万能不忘。给我一个拥抱。Bye.